弟弟不要哭，你想买火车对不对？你想买这种火车对不对？不是。你要买什么？我是要买这种的火车。我看一下，会不会太大台了？不是，它本身很小台，但是我就是想要这种小的，像这种小的。这种的哦。嗯。好了好了，爸知道了啊，你可不可以就这样子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哭了，可以吗？嗯。可是每次都会买。我会记得的。我会记得的。妈，你要帮我写啊。我会，你看我这里有写的啊，我有写，你看。啊，不行，如果你会忘记是什么了。我知道，我记得。你会。你别哭了，我会记得，我会记得，哎呦，我会记得。